那上号你也成不了，拉倒吧，该我了。你也吃进去。空手抓吃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远。今天呢，我弟过来几个朋友，现在去市场买点菜。这边的市场呢有点小，然后找那扇贝生蚝的，扇贝都是冻的，然后去换个市场看看。现在已经到幺幺海水仙城了，去里边转一圈去。上回那没贝壳的。扇贝吧，没有了。后面有。大盘。材料都已经买回来了，现在就买了两根羊腿，先把它煮一下。有了吧，分分割吧，是吧？嗯。往这些水里边放点葱姜、花椒，还有这个小茴香，加入盐。现在这个小龙虾呢，已经过了季节了，这个肉质呢都不像以前那么好了，挺贵的，20多一斤。买了2斤6两这个牛肉，现在把它改一下刀。这块肉呢用来烤串。不要干了，买了10个扇贝，现在把它清洗一下。这么大个的生蚝，这是8块钱一个。
辣椒先切一下，提前泡上。买大点真的好。嗯。但是谁去了都是电视。妈妈说的嘛。倔强。这是韭菜吗？给我过一本。你是不是傻呀？那是肯定。哎呀，反正是你让我解释为什么，我也解释不通。当然，酒店都是这样干的。这锅里边这个蒜蓉炸变色以后，把这个剩余的放进去。因为辣了哦。有时候俺们也打。现在应该是。来点这个黑胡椒，少来一点点的这个生抽酱油，来一点盐入个底味儿。你这干啥呢？你这是？这个蒜蓉酱里边放点这个蚝油，倒点蒸鱼豉油，再少加入点盐。那不是还有三吗？这么多杯呀，大哥！小龙虾这东西是吧？这个一定要吃透。过节的好去处啊。咱们现在东西做了，咱们慢慢吃，别着急。这个是个俩夹，太好了。西红柿还挺甜的。可好了，这是肉尾。我直接这样算了。哇！小龙虾就什么时候吃？就是刚那个刚出来的东西的时候，是吧？小龙虾几乎就两家卖了，没人卖。买的时候人家说的也不行了，已经。吃这个小龙虾吧，现在不行了，真不行。
没事儿，大有手。啊，加吧，你俩加吧，来吧。我都没饮料了。正好出来这个不是，十月一块钱啊！啊，放点啥吧？就是番茄，而且没有那种放过羊骨头又不放过。哇，让我弄来。黄。我是下好班，干切八片那样。我这一天我最多最多喝过三场。叫他。花花，这么快？嗯。我肉多呀。煮点泥，煮点羊肉要不？这一个炸鸡被放不着了。正好成，正好成一瓶一瓶。人说这没在一百块钱之内。先弄个摊儿。哎，都该大块吃。唐宁怎么不开车？唐宁不开车。哇，好香呀！哇，姓老板。不行，拿这个。烫吗？哈，没喊多嘞吧？我，嗯，我的。烫。你可以尝一口。不要了。你那个狗看着还像住人吗？一只路虎，这边骑，这边救护大会吗？对，它是属于一个不属于民办的。处理上来。好看吗？对，还是食欲吗？嗯。好啊，再尝吧。再尝，吃个串。你的吃的怎么吃了？啊，刚才是扇贝，这个是生蚝。烫烫。哇哇哇！多。真厉害！不能吃，我是不能老吃烫的。黄瓜，你替我吃。吃不了酸，吃不了。你也吃进去。你都没有。嗯。还有一个。对对对。把我们笑歪了。啊，没事。手抓壳，这个壳基本上都在菜上了。饼干用手抓着壳。平板人。啊，命多少回来了？命多。工厂。完了，你好。来来来来，自己喝都没意思啊，来。往这儿加吧，行吧，没事儿了。开始。三号啊，别了啊。哎呀，那两根厚了。这回开始不少了，我感觉。我喜欢上上面。那讲究着呢，然后后来是做沙发垫，这上面这500分钟的滑梯，就有点拉上了，做这东西的话，看这事儿，有点可活了。华人圈，还是说就是找了一个女模特，就是长得像特别好看的，是08/20，这是我记得，这是08年的二十班的第。好想吃，别了，没事吧？不辣，感觉优惠的特别多，有60匹了，可以挣到20-30。
这什么？你俩是同辈。小哥，关上去，关上去挺好。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上面？让凤凤在下也挺好，凤凤连着伺候着，还有人说。我们那有外边儿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不喜欢连文化。孩子回去，他爸。别问，哎，什么群里？人家群里地址我。